蔡依林的新专辑《呸》举办庆功改版签唱会，她也顺势宣布将在今年五月重返台北小巨蛋，连开三场演唱会。九零透露，这次演唱会将会与美国团队合作，但表演内容、曲目以及嘉宾都仍在筹备中。但大家不免好奇，九零这次的演唱嘉宾会不会找来在新歌 MV 中合作的安室奈美惠呢？我尽量邀请看看。九零在签唱会现场带来两首唱跳歌曲，看起来心情相当好，但其实近日他却饱受网友批评，名人带头做错误示范。原来是他PO出一张爱犬呜呼在高铁上探猪头的照片，不符合高铁要将宠物关在笼子里的规定而引发争议。对此他也予以回应，对，谢谢他们的提醒，我们之后会注意一下。对，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